吃多，那人好歹干啥比那配不了吃吧？反正是配不了天，是挣也挣不了吃多。反正他刚开始是呗，那得慢慢养吧。对，也干时间长了，客户也多，才能挣个钱。对，大部分都是回头客。嗯技术好。技术好，回头客，知道在反正在这干。那别管多少年，这时候配个几年才开始，到年天了能挣点钱了。人家说嘞，人家说今天生意要是好了，到年前挣钱了，人家说送我一个车，送一个啥车？送个这么多车，不是我家车车，送我一个破车，送家一个那个啥，帕拉啥哩？法拉利，送家要法拉利，那破车不是法拉利破车？法拉利，看看咋动？法拉利，你知道啥是法拉利？法拉利就是破车。是啊，你见过没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管钱。管挺多是。没了。没了，等我叫给你领啥？没了，等我。叫我爸给开开。不是。哦。哦，开到你爸家里去。去哪里去？伢那个跑车都是啥？上面头都是不是跟他在。敞篷的。敞篷的。啊，就能坐俩人。你先拉俺妈去转一圈。哎。我不坐他俩人。伢那个车跑的可猛了。是啊，那个车不能就在这跑，嗡嗡的，在这个主要是。又不是。道不好，伢底盘低。哦，底盘低，那就转一点。要讲你像你买个跑车了，你得别走一点路，走一点路啊，可跑一趟嘞。要不然你光买个车，我路去哪跑嘞？他这一说的吧，人家是说啥？人家说，你看，人家不是把那个车开走了吗？我在家里不是那回，人家回来是不是练练，一会开了，人家说就是出个门不方便。后来呢，人家说把那个车给我丢家里吧，人家回来了，这不是特殊事情，不是？那坐火车我也不放心。就是，人家说要是年底挣钱了，人家说的我买个车。没有，买一个吧，不买了就把咱车开开这个吧。没有，咱车太大。
他说坏了，今年大德云开大车，开个多长个大车比那羡慕吧？这一多大那个德云能开车？哎，就是呢，你开个大车，咱们看不见人。不是车，那个车挺大，一出来了，这那个德云，我家伙这个辈不大，驾驶那个。那小马拉大车的，拉的那小马拉大车，一马啥一马啥的可疼，是的，厉害了。就是好好干吧，好好干了，弄没了没个过年了。哦，反正是人家说现在吧，挣不着太多钱，反正是不配钱，不是挣多少数的呀。嗯，就是。就慢慢干吧，就是。不挣钱，这么大的蜘蛛，是不是？嗯。好吧，蜘蛛先生。